好，欢迎大家回到直播间。那现在大家在画面上面看到的呢是六人桌 Sex Max 的德州扑克长桌的五十万港币买入的比赛的 Day One， 那也是个两天的比赛。那 Fish 2013这时候在 UTG 在枪口位拿到了 Pocket Aces， 他加注到1000，现在的盲注的话呢是200-400，那这时候大盲会多打一个 Ante。 那这、现在的整个锦标赛的规则的话呢会有所改变，那现在 Triton 呢也是沿用了一个新的一个规则，就是庄位的玩家大盲位的玩家帮全桌所有人打一个 Ante， 就多打一个大盲。那Fish 2013用 AA 在这个时候击中了一个顶 set， 但是这个时候 Steve O'Dryer 并没有什么牌可以继续去跟住，然后转牌发了一张红心五，大家看 Steve O'Dryer 也是继续过牌，那在这个时候他相当于是放弃了这样的一个底池了。那德州扑克的话是虽然六人桌啊，那我们之前已经直播了前面的3-4天的比赛的话呢都是短牌的比赛，那大家看的短牌的比赛推的大家不推的不亦乐乎的。好，我们现在的直播信号稍微有一点点问题，现在OK，好，我们欢迎大家回到直播间啊！我们刚刚出了一些小小的技术的问题，那在信号的切换当中的话呢，是发生了一些小小的问题。那我们这个现场的话呢，已经Ivan Leo 的颁奖仪式已经结束了。那我们的整个信号在接下来的今天和明天，我们都会给大家直播。那大家非常熟悉的德州扑克常规桌的六人桌的比赛，那这个比赛的话呢是 Triton 超级豪客赛的第三个系列赛，那这个比赛的话呢买入是50万港币，今天是 Day One 的比赛。那现在现场的话呢，我们等一下也会给大家逐步播报现场的参赛人数。那这场的比赛的话呢，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看到一个刚刚到的面孔，就是 Dominic Nixie， 也是德国军团的一个非常成绩非常好的一个玩家啊。那 Dominic 那他这次来的话呢，也有他前两天在微博上面骂战的其中一个对手，那个 Sam Greenwood。 那我们也看一看，如果说他们有机会在同一张桌子的时候，那他们会不会会有一些精彩的火花碰撞出来。那我们看到Fish 2013也是我们的 Badiakovsky Mikita， 他在这个牌面255的牌面上面用 K10 做一个过牌跟注。那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 Dominic Nixie 的手牌，他只看到他一个勾，那一个草花勾。如果他是一个两张草花的牌的话呢，那也许会在这样的一个草花8的转牌上面做一个 double barrel。 那 OK， 我们来看看他有拿筹码的动作，现在底池是一个5800的底池，现在盲注是200-400，大盲打 Ante 400。那在一个5000多的底池里面打一个2700，打一个半池。那 Fish 2013在这个时候可能没有办法继续了。那我们从 Fish 2013这个整个面部的状态上面来表现的话呢，可能非常
显然他跟前面两天在打，前面三天在打这个短排的比赛的时候的状态很不同。那这场比赛我们看他的整个精神状态是很笃定的，啊，那是这个是他擅长的项目了。那因为短排的比赛的话呢，其实就即使是这些顶尖的大神的话呢，很多时候在这一次的话呢，可能也是第一次或者第二次参加这样的比赛，他们可能也没有太非常好的去研究这样的一个赛制的一个时间。但是回到德州扑克上面，就是他们非常熟悉的一个项目。那我们看到 Dominic Nishi 的后面的下家，就是刚刚过来跟我们打招呼的，还有跟大亨打招呼的他的好朋友，现在台湾的一个高额桌的 Number One， 就是那个 James 陈。那 James 呢是台湾的一个高额的一个好手，那现在他的全世界排名也正好是100，那是 GPI 的世界排名正好是100。那他的能力的话呢，也毋庸置疑，在整个亚洲包括全世界的这个赛事上面的话呢，他也获得过非常多的好成绩。那 Dominic Nishi 在这个时候拿25砸花，在小王位平根进底池。那 James 的话，我们现在还没有感应到他的手牌。那在这个时候 James 在做一个1500的加注，然后那个顺利的拿下了这个底池。那 James 的话呢，也是一个俊朗帅气的外形。那这张直播桌上面可以说真的是大神济济啊。那除了 Dominic Nishi， 那还有 Steve O'Dwyer， 然后还有 Fish 2013，还有 James， 那还有这个 Jetton。那如果 GPI 排名而言的话，可能 Jetton 是在这张桌子上面排名最低的一个。那 Steve O'Dwyer， 我跟他呢在2015年还16年的 APPT 组赛上面跟他同桌打了一下午，但当时的话呢，他的筹码量是相对比较少，而当时我在牌桌上面是桌上的 chip leader， 所以他整个下午的话也没有太多的机会跟他对抗，因为他在短筹码的时候，他的策略是非常稳健的，他会只会拿一些比较强的牌入池，所以他打得很紧。那一届的 APPT 的组赛的话呢，我是拿到了第40多名吧，成绩不算太好，中规中矩。OK， 那 Fish 2013在加注完又获得了 Jetton 的盲位的跟注，那在 K6 圈两张草花，这个时候蛮适合 Fish 2013做持续性下注的，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那这个时候可能他们会偶尔的去用一些坐牌去后卫过牌，除了获得一张 free card 以外，他们也同时在平衡自己翻牌圈持续下注和翻牌圈后卫过牌的一些范围。那我们经常跟在很多场合会聊到说关于平衡的话题，那大家都说，哎，打牌我们要平衡，那平衡这个事情特别特别重要，但是怎么做才能够平衡呢？那有多少朋友会很了解这个平衡应该怎么样去实现呢？那你的平衡除了你自己觉得平衡以外，你怎么样让你的频率，让你们整个策略，让在对手那里看起来你也一样很平衡，让他很难跟你去做一些很多的对抗呢？那这些其实是值得大家好好细细去研究的一些技术性的一些内容。那你如果说在这方面能够有一些研究过后的收获，我相信这会在接下来的锦标赛当中对你有非常大的帮助。那各位可能在这个时候只会听见我的声音，因为我的搭档大亨呢，他是正好是晚餐时间，那他也是先去用餐，那过一会他会回来替换我去吃饭。
那也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时候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进行互动。好，那在这手牌上面 Fish 2013的话呢，是拿到了一个天的顶 Nuts 同花。那我们其实这两天看完短牌以后，就会发现在短牌的比赛当中就会有很多互相之间的 all in 对抗。那在长牌的时候，你这时候击中了一个坚果同花的时候，再翻牌也没有人可以跟有牌跟你继续去对抗去缠斗。那这是长牌德州扑克。那作为从游戏本身而言的话呢，我认为长牌德州扑克的策略上面都可以是做得更加均衡一些。那如果说大家喜欢看的这个血脉沸腾一点的话呢，可能看短牌的话，大家会经常看到 all in all in all in call。那其实那个看热闹的当然无所谓了，但是如果作为参赛的选手来讲的话呢，他会大大削弱牌手和牌手之间的这种技术上面的这个差异啊，运气成分的占比会更高。那 James 曾在 cut off 用他的 A8 杂花加注到1100啊，然后在小盲位的 Steve O'Dwyer 他拿的是圈九的草花。那 Steve O'Dwyer 是一个美国籍的玩家，那在前两年他的成绩会非常好，那今年的风头的话呢，也就不如这个 Fed Holtz 和 Justin Bonomo。 那 Fish 2013在大盲位拿到了67杂花，那他在这个时候若有所思，他是想在这个时候去做一个三 bet 挤压吗？OK， 他这个时候选择平根。那显然六七这种牌的话呢，在庄位的护盲在早期的话呢，如果说你对自己的翻牌后技术非常有信心的话呢，这个是未尝不可的。那这个 flop 的话呢是3-4-10两张方片，那这个 flop 的话呢其实跟 Fish 2013会最有关系，那另外两个玩家的话呢是没有很好的击中这个 flop。 那我们来看看在 Steve O'Dwyer 在小猫位过牌以后， Fish 2013在这样的一个牌面下出了一个1200，那底池的话呢是一个3700的底池，他下出了一个1200。那可能会有些朋友会认为说，哎，这个时候你当个这么弱以后，你这时肯定是在买牌或者什么。那这是在这个可以说在大神的锦标赛世界里面，你们看很多的锦标赛的视频，那现在都可以了解到现在的锦标赛的打法上面的话呢，是翻牌后的不管是持续性下注也好，那现在我们看到那个Fish 2013的 Dunk Bet 也好，也是一个都会打相对小一点的注。那因为翻牌圈不是一个拿价值的一个好的一个好的一条圈，那他在翻牌圈更多的是互相的试探和希望在翻牌圈能够有捕获对手足够的信息，辅助自己在后面的两条街去做行动。那 Fish 2013在这个时候翻牌 的这个 Dunk Bet 里面能够代表自己有一些十，有一张十或者一张四，或者是有一些坐都有可能。那他在这个时候下注，那James 陈的话呢，他当然了解到整个对手下注的范围里面包括些什么东西，那他认为他自己的 A8 有可能在一个3-4-10的牌面上面没有太落后，所以他要选择跟注。那在河牌发了一张7以后的话呢， Fish 2013可以 showdown 的时候，他在选择在河牌用一个第三大对子7过牌。那他这时候的过牌的目的的话呢，是在河牌如果说 James 在河牌有做一些攻击动作的时候，他根据这个动作再去做一个评估是否的牌自己的牌力足够在河牌做一个过牌跟注。OK， 兄弟们，
那个我们去到了正常的德州扑克，那我们现在回到德州扑克的这个解说，那是不是到正常德州扑克的解说，我们对牌的解说会更多一些，也可能会更深入一些呢？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解说，那可以给我多多支持一下，那可以在直播间给我发点礼物，虽然我也收不到，但是有支持我们会有更有动力。好，我们看到有朋友说喜欢陈哥和大亨的解说，很专业，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有这句话我就说的会更带劲儿。那我有朋友问说哎，为什么他叫2013，他的线上的 ID 叫 Fish 2013，那因为他这个 ID 在线上的玩家，在 PokerStars 的线上玩家这个心中的话呢，他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座丰碑啊，所以那个我们就称呼他，不称呼他的全名，称呼他 Fish 2013，那他是可以说是大家在线上扑克里面的一个巨大的神啊。那也是赢到没朋友，那从他这个锦标赛线下锦标赛的成绩来讲的话呢，那可能也是一个可以大家可以说仰望的一个对象。那这时候 James 曾在枪口位用 K 勾加注进池，然后Fish 2013在小盲位用七七跟注， Dominic Nishi 在大盲位用 K 圈砸花跟注，那这些范围都其实都挺靠谱。那 James 的在短桌里面的话呢，用 K 勾在枪口位开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在短桌，尤其是在比赛刚开始的时候，大家有非常多的，具有非常多的盲注的这个数量，所以在这个时候的稍微松一些是根本没有问题。但在长桌的时候 ，K 勾可能会容易被压制，但是因为筹码足够深，如果你有位置，你会更好的翻牌后的技术，那这些都是不存在任何的问题。那好，那现在James 的话呢，在这样的一个八十圈的牌面击中了一个翻牌的一个双头顺着做，但是他并没有在这个翻牌面去做持续性下注，那这个是有原因的，那因为是三家底池里面这样的一个牌面更容易击中小盲位甚至是大盲位的一个跟平跟的范围，那在这个时候他有一个两头顺的做牌的话，他可以在后位过牌获得一张免费牌，那因为翻牌前的底池也并没有很大，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去抢盲注的意义并没有太大，而更寄望于在接下来的这个两条件里面能够有所击中。那 OK， 那Fish 2013在一个转拍这张九掉下来以后，他在前位直接领打，那直接领打这个时候他把那个比他领先的 K 圈的 Dominic Nishi 的 K 圈打掉了，那当然他这个时候有一个小的坐牌，是他有一个下路的顺子，但这是一个单张勾成顺的面，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代表的并不是一个坐，他是代表是一个勾的击中，在这样的一个牌面里面打出来。那这个时候 James 陈的话，他当然知道对方在代表的什么，但是它是一个坚果的顺子，那如果说对方里面有一些 bluff 的话呢，那在这个时候他的加注他这些 bluff 都会打走，如果对方有个勾的话呢，那对方在河牌不会停下来，所以他是把这个整个拿价值的这个计划放在河牌去进行。那在河牌发了一张五的时候，那 Fish 2013所代表的这一张勾在河牌，他如果说想要这个底池的话，他必须在河牌继续下注，他河牌过牌的话那就相当于放弃了。那这一河转牌的话呢， James 曾用一个 Nuts 的牌力在转牌跟注的时候，他在这个时候还能够将自己扮演成一个卡顺的坐牌，甚至是一些带队抽卡顺的牌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比方说 ACK 的ASK 或者是 Ace Jack， 在转牌有所在转牌有 Jack 的话是加强了，那所以说在这里一部分坐牌的话在转牌会跟注的，那这个时候他在河牌的话呢，就是 James 曾在河牌打了一个将近满 pot， 底池有7000多，他打了一个8000，就是一个满 pot 的一个就是轻微超 pot 吧，那这样的一个
一个下注。那这个下注的话呢，就把自己的整个范围变得非常的两极化。那这个范围，这个下注在传递一个信息给到那个 Fish 2013的话呢，是我自己要么是一个顺子，要么是一个偷鸡的牌力。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牌面，因为在转牌是一个单张成顺的面，那 Fish 2013是有可能会拿一些勾，在转牌下注完以后再合牌去过牌加注一些这个他的勾的。因为在转牌 James 城的后位跟注的话，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弱牌，比方说一些同花，甚至是其他的一些弱的成牌。那这个时候他这个 James 的话呢，就在合牌的他的这个用一个两极化的下注去让那个企图让 Fish 2013去跟注某一些成牌的范围。那当然那个Fish 2013它的七七的话呢，因为它在这样的一个牌面的话呢，其实就是一个偷鸡。那在合牌的话呢，果断的选择放弃。好，那我们的大亨回到我们的解说席，刚刚跑去吃了点东西，现在是我们的正规的六人桌。那 James Chan 也就是我们台湾唯一的扛把子，台湾目前有出来打高额赛的就只有他了，其他人都还没出头啊。OK， 那个大亨，我觉得其实回到这个正常的德州扑克以后，我们解说起来都会更顺畅一些。如果说大家跟大家聊牌的话呢，我也聊得更有自信一点。那 James Chan 我对他也算是蛮了解的。Okay. 那他也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一个玩家。像他是现在在扑克，比如说他从来不卖股份。他基本上他从来不卖股份，他全部都打 high roller 呢，全部都不卖，全部都不卖，他全部都只打自己的，就是、自己有多少钱打多少钱的比赛，没错。OK， 那他本身也是在澳门打高额的现金桌玩家 ，OK， 他应该要打到2000-4000港币以上的，在澳门，对 ，OK。那能打2000-4000港币的玩家的话呢，2000-4000应该都有，去打一个几十万买入的比赛，对这些玩家来讲是问题不大。那我们看到 Fish 2013戴上了他的眼镜，那这副眼镜很酷，那是一个雷朋的，貌似一个蛮新的款式。嗯，那现在这种蛤蟆镜呢，就是有一个好处，就是别人看不到你的眼神，对，那是你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你。那 James Chan 他头很铁啊，他不太盖牌的，对，所以千万不要 bluff 他。他也打得蛮黏的了，嗯，像这种中一对二，应该会扛个两发这种。哦 ，Fish 2013其实也是头蛮铁的，我刚才看了几手牌。因为其实会发现，其实很多高级别玩家，其实他们都他会更愿意看到合牌，然后再去合牌去做一些决定。对，是合牌 bluff 呢，还是合牌去做一些价值下注，还是合牌去才考虑放弃？对，而且 James 他有他自己打牌的逻辑，所以他从来不教任何人打牌，也不聊牌，他从来不教人家打牌。嗯，对。那当然了，因为在这些真的大咖的这个。身上的话呢，其实他跟你聊牌，跟塞钱给你差不多是一个意思。对，是。对，因为他教会了你以后，你就会用如果这些知识你能够吸收并且使用，那对你来讲就是一个长期的价值。对。而且，然后他对，就像刚刚有人看到说他应该是很会瞪人，对，他也我刚才聊过为什么他的眼神其实杀气很重、啊。对，他为什么会瞪着人看？他说，不看白不看，反正有资讯嘛。对，所以他是会从头到尾盯着人看，他的打牌风格是这个样子。那我们看到解说是狗热狗，那应该是问是不是 MC Hot Dog 是吗？那跟我解说的是
大亨林承安，那 MC Hotdog 是大亨的朋友。那 MC Hotdog 应该也不会跑到这里来做解说吧，他又不是圈里人士。啊，对，他是娱乐圈的，他比较像是那种德州爱好者内马尔这种角色，艺人的扑克玩家。是的。好 ，Jim 圈圈选择跟住。我就说吧 ，James 头很铁的啊。嗯哼，二一队一定要开对方。OK， 那他这现在在锦标赛的早期的话呢，他其实去开一些小底池都问题都不会很大。是。那因为你在牌桌上面还是需要去捕获你的对手的一些信息。当然了，就是说像这些大神他们在锦标赛中里打这么大的比赛也非常多的直播，对，那其实很多人互相之间已经有非常多的了解。那即使这样的话呢，可能你在比赛的时候你可能需要 call 一些我们叫频率，就是什么时候需要去适当去掌握这样的频率。那这些频率的背后的话呢，是对应你的范围，还有对应你的就是投机和抓机的频率，让对手没有那么容易去剥削你。是，对。那我现在看到他们的盲注是200、400、400，目前欧洲的比赛都是采用这种规则，而不是每个人都要付 ante， 就是只要大盲付出两个大盲就好了。对，那其他人是不用丢 ante 的，那这样可以让这个游戏的速度加快。对。那我个人其实蛮赞赏这样的一个规则的调整的，就是说这个以前我们在打比赛的时候，经常可能低了要提醒很多玩家，哎，你要打点点，你要打 NT 了，有时候少一个不知道谁没点，对，然后有时候会收少一个，然后大家谁都不认，说这个是我少给了，说哎我已经给了呀，所以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呢就不会出现了，而且就非常非常快速，就这个整个比赛的进程也会加快，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更多的手牌。那大家看高额桌的锦标赛的时候，那个在高额桌的，其实即使不是在高桌，在正常的锦标赛里面，哪怕是在 WSOP 的主赛场，你也依然可以去叫东西在旁边吃，你只要你有牌的时候不要吃就好了，那你弃牌的时候你还是依然可以在那转身在旁边的一张小桌子去吃饭。那我们看到的最有意思呢，就是在澳洲百万赛的一个场豪客赛上面，我们看到了还是 EPT 啊，对，然后我们看到了我们中国的豪客选手在打比赛的时候旁边还放了一瓶茅台。好 ，Dominic Nishi 在翻牌前用勾九杂花在 cut off 做了一个加注 ，raise 到1000。那 James 的话呢，在 button 他的勾圈杂花，我们看到 James 的现在翻牌前的 range 的话呢是相对宽的。那现在他会拿他的勾圈在翻牌前做一个什么呢 ？OK， 他做一个 three bet。他 raise 3倍到3300，那 Jetton 在小盲位肯定不会用80砸花 ，Steve O'Dwyer 也会弃牌。那 OK，Dominic Nishi 在这个时候弃牌。
那现在非常有意思啊，我觉得这张牌桌上面肯定会非常精彩。对，每个人都是职业的。因为 James 的话 ，James 包括 Fish 2013，包括 Dominic Nishi 都是相对比较松的玩家。嗯、那现在我们看到 Steve O'Dwyer 在桌上的话呢，从开赛到现在，我们看到的状态都还是比较偏稳健的。他的入池的范围现在还没有看到 O'Dwyer 有玩过什么样的特殊的手牌。那是 James 是偏松的了，对 James， 包括 Fish 2013，他也会有蛮多的抵抗。然后 Dominic Nishi， 我们看到他拿勾九砸花去 Open 的时候，我们已完全是可以预估他今天会有蛮多的动作。那 James 他自己本身，我刚好跟陈哥聊到那个 James 他自己也有开发这种 APP 软体。那像有一个 APP 软体叫 RunGood， 是一个扑克的一个记账的软体，对，然后做的还蛮仔细，因为我以前有用过叫 PokerDrino， 可是后来它好像程式出现问题，没办法更新了，所以我现在的记账软体就使用 RunGood。RunGood，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 App 叫赌神管家，哦，对，赌神管家，对，它比那个做的精细非常非常多。哦 ，OK， 那我现在下载。那是一个收费软件还是一个有一个就是收费的这个是吗？哎 okay, 对，第二个是收费，第一个是试用的。有不同吗？就是可能功能比较齐全。 OK， 那我是个付费玩家，大家可以捧场。 OK， 好，马上帮衬一下 James， 买了他的一个118块钱的一个德州扑克成绩记账软件，你就可以把自己我觉得做的还算是不错了。每一次比赛或者是常规桌的成绩记录下来，你可以长期可以跟踪自己在比赛里面或者在现金桌里面的一些成绩。嗯，好，我们现在回到场上。那 Fish 2013在这个时候，你看在大盲他是90，也是去跟注一个 Open。那这个时候，他是击中了第三大对子，在转牌过牌以后 ，Dominic Nishi 在后卫也过牌。那这样的一个过程而言的话，我觉得很可能，哇，浪八八。那八八在这个时候变成一个单张成同花的面，那这个时候前面两家都有一点非常薄的收当 value 了。好久没看到这张，好久没看到二了。对，对，我们已经好几天没看到二了。那 Dominic Fish 2013在这个时候他会，貌似是想 OK， 他 check。毕竟是三人第四嘛。Okay, 嗯。check， 那 Jetton 这个是一个 easy check 了，在这个时候他的红桃八在这个时候的收当 value 还不错，那难不成他还在想在这里是 value 一些什么吗？应该就 check 了吧。对，那在这个时候的想的话呢，其实就有点不必要了。嗯，这个有点看不懂。那在这个时候他的价值是 for what？这个有点，我觉得有点，就像是在 bluff， 就对啊，就把自己的一个可以收档的牌打到变成 bluff 一样。对啊，那他是不是担心对方有一些，比方说90左右的，90也在上面啊，没有10也没有啊， Queen， 那其实一定跟爆你啊。对啊，那你其实你只能打掉红桃9，哎，对啊，那其他的话你让一些小的同花跟住也挺不容易的，然后其他的没有同花他们。他们更不会跟住了。这个我觉得蛮没有必要打的。是的，我觉得这个事儿是。Jetton 的背景是什么啊？我好像查过有一些 GPI 的成绩，但并不多。我估计他的职业生涯奖金都不知道有没有我高。陈哥生涯奖金有多少？其实就几十万美元，没有太多。也蛮多的啊。没有太多，没有太多。大概50万美元不到吧，因为我有一些早期的成绩是没有被计入 GPI 的。
那我们 有网友在问说 GTO 是真的不流行了吗？那我不知道你这个说这个是为什么，何出此言呢？那 GTO 一个是一个一直大家追求的，对，可以说是一个很难终极追求，但是一个 永世 不可能达成的一个事情。对对对对，你只能无限多的靠近 GTO， 但是你可能这个终其一生都没有办法达到真正的 GTO。 对，那GTO 的话呢，其实是一个基础，就是整个策略的基础。那你所有的游戏的调整，针对对手的调整，那都是根据你的 GTO 来做调整。也就是说，你可以你在对对手没有任何了解的时候，你可以打得很 GTO， 防止自己被对手剥削。当你对对手有很好的了解的时候，你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适当的偏离，去剥削你的对手。那 GTO 其实像是一个标杆，它不是一个可以让你长期获利的一个策略，但是它是一个中线。对吧？那你可以用这个中线去评估你的对手，如果越过那个中线，对对对，那他可能越过的越多，你就可以剥削他越多。是，那但是你首先得知道中线在哪里。对对对对。那我刚刚看到 Dominic 跟一个二九同花，那我觉得，我不确定，我觉得他可能 profile 非常非常好，所以他可以跟那么松。像我现在的策略，我在大忙。我不会抵抗这么多，因为其实发现很多问题都出在于大盲抵抗太松，然后进去 post flop 损失很多筹码，所以我觉得可以不用抵抗到这么多了。那当然大家都觉得对自己很有信心，都觉得大盲任意两张牌都可以玩，可是其实我最近是觉得大盲不应该跟这么多，因为你在没位置筹码牌又弱状之下，你去跟 open raiser 打，那其实大部分都是一个 triple 嘛，就蛮难打的。你没有中，真的很难打。那其实这一点的话呢，是跟这个游戏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很多人都会认为自己打得还不错，对。然后很多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翻牌后技术差，对。所以像中五八欧我也不会抵抗，而詹姆斯一定不会盖的。那因为是超松的，确实可能如果说在一个锦标赛里面的标准加注下，你在大盲位可以很容易有获得一个好的赔率去做一个跟注，单纯看这一点的话似乎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个问题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你可能在翻牌后你的手牌的赢率不是要发完五张牌的，对。那你是翻牌后你的牌力不好，你又没有位置，你是不是能够在翻牌后去实现你整手牌的 equity？ 我觉得是很难实现的事情。我觉得 James 要动了，因为他这个牌在 check， 他这把已经没有机会，哎呀， okay， 他直接放弃了吧。那我觉得 Fish 2013这边应该要来攻击。那 Fish 2013在这个时候，当然在这个时候大家都会认为对方有 A 的概率其实并没有太高，因为当牌面发出了一个攻对，你要击中这个攻对，概率并没有太高。那这个时候谁领先攻击谁会稍微占点优势。那么一些如果说有一些不信任的话呢， OK， 在这个时候并没有不信任。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你有时候你可能也不能抵抗太多，尤其是在这里跟自己一点都没东西都没有的时候，那在转牌的话呢，可能这时候在 GTO 来讲应该有个十的话，在转牌需要再 call 一枪，是，然后再合牌再去考虑，再根据对手的行为再去做一些判断。那我认为其实在锦标赛现场锦标赛里面会在线上会比线上更多的信息去辅助决策，而且我觉得这场比赛真的很值得看，你可以看到一个全世界这么强的玩家聚在同一张桌子上，然后看他们这么打牌，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视频啊。确实，那这次的话呢，也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全神贯注的，能够跟着这几个大神，然后每天一起来看完他完整的这个锦标赛的策略，
那这个其实对我们自己的话呢，在将来的比赛可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对， K7 不同花也算是我在 Button Open 的 Button Range, button range、嗯、算是最弱。 K6 不同花可能就不会 Open 了。那 Jetton 的 Queen 十的杂花在大盲位是完全是可以用来护盲的，这个是问题不大。对。那有时候有些玩家可能会说，哎，在这个时候 button 下加注没什么牌，那我用这样的牌去三倍，它不是更容易拿下底池吗？嗯、那可是如果有时候 是，但是我觉得劝是好像。如果有时候是，那可是如果你觉得。你 Q 十，你选择你要三倍，那你不就要三倍超级多东西？嗯、那变成是说，反过来看你的话，你的三倍就太多了。对，对啊。那你的三倍的牌力是在试墙，那试墙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需要平衡你的整个三倍的范围里面，你到底有些什么东西？嗯、对，那这个时候你。当然你的三倍里面不能所有的都是你的 AAKK。 对，首先你拿的 AAKK 的这个机会就不会太多。对、啊、本来就很低了。 对，所以就是你可能需要有一些三倍 bluff 的范围。那三倍 bluff 的范围怎么选择、嗯、那现在的这个流行的趋势呢，就会把它变得极化，就是可能会三倍一些很好的组合，再选择一部分的一些小的一些牌的一些组合，小的同花连张或者等等的这些组合去做一些纯三倍的 bluff。 但是这些牌的话呢，最好还是会有一些翻牌后价值，就是不砸花的这些牌的话去三倍的话并不太好。那中间的这些范围像圈十这种牌的话呢，面对一个 button 位的加注范围来讲的话，它有很好的翻牌后的发展的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用 Queen 十去做三倍的话，是会除了很难平衡以外，它还会有点浪费、嗯、那比方说 King Queen 这样的牌的话呢，也都挺好的。那我们看阿特苏在说五八不同色，不知道跟什么。那在这样的牌面，他们的过牌跟注的目的是希望在后面的两条街里面，如果当对手示弱或在牌面发出来一些适合他这个做动作的时候，他会在后面发动一些 bluff。那这边有主播生涯奖金累计多少？那我是今年才刚破了100万美金，破百万。那现在大亨是我的一倍。我原本也是50-60万，就今年刚好赢了。啊、WSOP 再加上你的 Aussie 不是那个，就是 Macau Million。Macau Million、Aussie Million， 对，两个都 Aussie Million 和 Macau Million 差不多，都是14万美金左右。哦、OK。那大亨是今年的澳门百万赛的主赛事冠军，嗯，算是澳门的封关赛。赢了那场之后 ，Postar 就不见了，现在还在找新的场地。啊 ，German Chen 56 off 收下底池。那我们有网友在聊些有的没有的，在聊说为什么这些外国人也会用筷子这种事情。那你们这个观察点可真的是很特别。这些玩家一定世界到处旅行打牌，那一定会用筷子。其实我们去到美国也会有很多美国老外，他们也会用筷子、啊。嗯，对啊。这个似乎是我们这个以前可能有些言论或者有些什么，可能大家就说、哎、很多老外不会用筷子，嗯、那可能就是50年前的事情了。对，现在大多数老外会用筷子。嗯、我目前还在揣摩 Jetton 的思维啊，那我觉得他有点有几把，我觉得感觉有点浪费筹码，看不太懂。刚刚88、啊、还有刚刚那个 Q 十在 OOP， 对，这两把我觉得就是有点怪怪的。
那他在 button 用勾九同花加注，这并没有什么问题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常规的一个加注。那 Steve O'Dwyer 在小盲位也一样是勾九的草花，要选择跟注吗？选择跟注。那 Fish 2013用圈七，并没有护盲。好，那其实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时候他的圈七在一个 button 位的 open， 虽然有小盲在啊，他也没有因为赔率的问题进去看一下试图有没有击中。那这个这个是会有点意思的。那其实很多人会认为说，哎，这个时候只补那么一点点，对吧？我圈七怎么赔率怎么都够了。所以问题就在于说，你进去以后，你怎么去实现你的圈七砸花的这个所谓的它的 equity？ 就像昨天有聊到，打扑克你一定要先从很紧开始学着打，对，再慢慢的打松，因为当你玩的牌太松，你会遇到问题就会越多。对，你会很多让你 很多很 confused 很两难的情况，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啊、你牌如果都玩很大，中的时候也都很大，所以你就很简单，对啊，就会把游戏变得简单。然后就当大家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通常 fold 牌都是正确的。是。有人问说奖金够生活吗？我猜应该是蛮够生活的，可以买一套房子。刚刚我们的短牌的第一名Ivan Leo 是拿到870万港币，应该是个700万人民币吧，我猜。嗯哼。哦，我们刚刚看到 James， 他盖掉 A7 同花吗？这我蛮意外的啊，因为 A7 同花在六人桌，我觉得是一个可以 open 的牌啊。那我们网友如果啊，我们的奖金其实也不够生活。因为我们想过更好的生活，所以如果说这个直播间里面有老板想要投资一下的话呢，也欢迎致电扑克宝官方热线。是。OK， 调侃一下啊，大家别介意。好，那接下来让大亨独自为大家解说一会儿。好，我去接下来就交给我了。Steve O'Dwyer， 芒果先生。那为什么叫芒果先生？因为之前他打牌，桌上都会放一颗芒果，然后觉得芒果好像会被叫做就 mango， 就是桌上的所有其他玩家都离开的意思。对，为他带来好运。那这个 King Queen 在 Button 我觉得就是一个可以 defend range。那其实你们要选择，比如说遇到玩家，应该是说这个玩家假设在这个位置开的 percentage 是比较高，那你就要用比他紧的 range 来跟住。就比如说假设他在，比如说刚刚我们是在 Cut Off， 他 open 了一个 A4 同花。那 King Queen 是大概是百分之，应该是有百分之前十五左右的牌力。对，那这百分之前十五，因为你在 Cut Off 你 Open 的那个 Range 啊，你大概你可能会开到20几%、30%，所以 King Queen 去你的这个 Range 是比他 Open Range 是要来得紧的，那你就可以跟住。那比如反而言之，如果你是 King Queen。你在 button 遇到 UTG open， 假设九人桌好了 ，UTG open 它可能会开个10%到15%，所以你的 king queen 对它整体论据来说没有领先很多，所以 king queen 不同花其实对到前面位置的 open 其实是可以盖牌的。那我们的 fish 2013拿 king queen 在后面位置 flow， 他有 turbo card 带个 backdoor flush。
好，我们这边没有显示出来。Turn 好像是一张七的碟牌。那我们的 Fish 203在 IP 的位置状况之下跟了两张大牌。那虽然没有开出他想要的花色或是他的 King 跟 Queen， 那因为他的位置，我觉得这是一个 Bluff 的机会。然后 Fish 203选择下注三分之一，我觉得O'Doyle这边可能会跟呢，因为我觉得他这边中一个对子，然后在这个结构上，当然这边跟了 River 其实还要再抓，其实会比较难一点点。那只是他应该在想说他 Flop 跟的什么东西。现在这个四一对的感觉就只是一个 Bluff Catcher。对 ，Ten 是一张七，那我们就来看 River。那这 River 的 Steve O'Doyle 的四胚被淹掉了。那我觉得在这边，这个 S 还是有可能会 check call 的哦，因为那个，因为我在这边对于对手的 range 的话，他可能还是有一些5566，然后可能 miss 掉。那我觉得这把牌两个人都打得很好，那 Fish 203也是找一个机会来想试着抢下这底池，那 Steve O'Doyle 是一个很好的决定，用他的四配来做 bluff catch， 所以这一把其实两个人都没有什么漏洞。有人问说桌上黄色饼干是多少？我刚刚看桌上黄色饼干好像是时间牌吧，就是你要延长时间用的。我不是很确定，因为在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没到，是那个陈树哥先转播了，等一下应该等一下会就会知道了。好，这是我们的六 max tax holden， 50万港币买入的 day one。那这次在这次的这边的系列赛，全部都是无限买入的，你只要出局之后，你都可以再重新的买入。好 ，UTG， 那其实，在六人桌啦，那他当然写 UTG， 可是其实我们只有桌上只有六个人嘛，所以我们其实你要算位置的话，你要从后面算过来。那现在桌上好像只有五个人，所以 UTG 其实是 Hijack Cut Off Button 小王大忙五个人嘛。所以在 hijack， 我觉得 open 一个 25% case off 是一个刚好可以 open 的牌，甚至再往后一个六人桌 UTG， 六人桌的 UTG 就是 low jack， 那就是 button 往右数的第三个人，也是可以 open case off。好，我们的 flop 都 check。那 Jet 10这边的99，我觉得如果他选择了 check， 因为这没位置比较麻烦嘛，那我觉得这边他不太适合主动下注，因为对手有很多 ace 的 range 在他手上，所以我觉得这边99应该也是一个 bluff catcher。
那 Steve O'Dwyer 这边可能要试着下注吗？我觉得这边不下注，我觉得 Case 还是有点修账 value 是没有关系的。我觉得继续 check 也是不错。看了玩短牌之后，现在看这正规的德州扑克，发现这些玩家其实基本上大家都打得太好了，真的是差距太小，基本上大家都不会犯错。哦，收下底池。No, I didn't go over time. No, no one went over time. Not even close.